好，大家好。咁呢个咧系录制嘅节目嚟嘅。咁呢个咧我喺星期四晚录嘅，因为星期五我就要去探病啊。咁所以咧我就做唔到节目。咁所以咧就系星期四晚录嘅。香港财经 R 嘅一周股市大事。有一个我想讲系好奇怪。因为喺星期四嘅早上咧，我仲做紧呢个香港财经 R 嘅时候咧。咁明明咧就跌到好緊要嘅，咁我夜晚一睇咧，都係跌咗十幾點，但係咧個鑽石狗咧係突然間咧升到即係升翻上去83%，而即係容許我睇一睇下呢個維他奶啊，即係佢居然係即係去到47蚊喎，原來係。即我都冇乜睇佢，即我就係有時望佢咧，啊佢冇跌到啊，算啦嚇，算即係差唔多，差唔多就算啦。哇！我睇翻咧，維他咧係去到47.15喎，咁即係咁厲害喎，我都唔知佢發生咩事。咁咧就煤氣咧就應該係今日嘅嚇，就做呢個十送一，咁同埋派呢個股息嘅。咁呢個恆基咧就係17號。17號，即是話一個咧就星期四，咁一個咧就係下個星期一，嚇，咁我哋會將個股息咧擺翻落去個組合裏邊，咁即係話可能鑽石狗咧就唔止83噶啦，可能係84咁樣嚇。好，咁根據慣例咧，就其他嗰啲我就唔講啦嚇，大家睇翻個熒光幕。第一個呢一個禮拜嘅大事咧，咁就上一個星期咧就講美國。延遲對墨西哥加關税，咁而家就唔係延遲啦，嚇！而家就係無限期押後，咁即係停止咗對墨西哥加關税。咁呢個我已經喺無論中國民心、香港民心同埋呢個香港財經 R 都講過，咁我就唔重複啦，嚇！咁呢個美國一停止咗對墨西哥加關税咧，咁呢個導致咧就連續反彈翻幾日。咁咧就已經停止咗個跌勢噶啦嚇。另外一個呢、這個咧就係、是、得到嘅消息唔多，咁但係咧喺中國帶領緊呢個5G 嘅時候咧，已經有消息傳出美國已經發展緊6G 啦，第六代流動通訊。咁所知嘅資料不多，但係咧美國已經射咗600個衛星上去，應該咧就係為呢個第六代流動通訊咧係作出準備嘅。嚇，咁當然啦，即係第五代變成咁嘅款咧，咁第六代咧你都即係唔使旨意咧係攞到佢啲咩機密情報嘅。而美國已經即係下咗禁令咧，就係所有關於呢啲科技嘅嘢咧，係唔能夠即係佢哋所有科技公司嘅員工咧，係唔能夠同任何中國嘅科技公司或者係華為嘅有任何交談啊，任何 contact 都唔准許嘅。咁呢個美國發展六 G 其實係好合理嘅，因為當佢知道你呢個5G 已經人哋行先嘅時候咧。佢再去追個五 G 係冇意思嘅，嚇！佢再去追個五 G 係冇意思嘅。但係美國發展六 G 咧，第六代流動通訊咧，其實對中國係一個好大嘅拖後腿嘅，因為而家你見到中國咧係需要投入，即係唔止中國啦，無論喺華為又好啦，其他歐洲都好啦，佢哋一定要投入巨大嘅資源咧。去做呢個通訊塔嘅，即係5G 係咁樣嘅。好啦，咁但係如果我投入咗巨大嘅資源之後，而美國係可以用佢本身嘅衛星將嗰個流動通訊推到去第六代，即係傳聞咧，就而家嘅5G 咧係比 4G 咧係快8至10倍嘅。咁而家嗰個第一代即係最 initial protocol 嗰個測試咧，就係6G 啊，係再快過5G 係10倍嘅。
咁你亦都好難知道，即係美國佢嗰個發展嘅狀況係點樣，因為佢係用個衛星嘅。咁如果你投入巨大嘅設備啊，你投入巨大嘅銀碼去興呢通訊塔嘅話，而美國喺兩年後做咗個六 G 出嚟，你就大 Q 鑊噶咯喎。因為你嗰啲錢係未即係未回本嘅喎，呢樣嘢你要咁諗喎。即係無論係喺中國本土或者係歐洲，你根本係未回本嘅。即係你投入起通訊塔嗰啲錢咧，係天文數字嚟嘅。咁呢個係對於無論中國或者歐洲嚟講咧，都係一個好拖後腿嘅嘢嚟嘅。大家如果記得我之前講過李嘉誠嘅3G咧，你見到李嘉誠跟住咧係完全冇掂呢啲嘢嘅，因為佢3G已經 high 過嘢啦嘛。你用咁大量嘅錢，成間和王都幾乎拖垮，但係人哋一出個4G就收咗你3G 皮。你呢啲玩兩年，究竟你玩得幾？即係你可以賺到幾多錢咧？啱唔啱啊？即係莫講話中國可能，如果由國家牽頭嘅話，佢甚至有可能控制你個收費，有可能你根本上真係連嗰、那個。個通訊塔啊，嗰、那個錢咧，你都未賺得翻，或者賺得翻都算偷笑嘅。所以呢個係即係好嚴重地拖住中國嘅後腿。究竟人哋嘅6G 發展到咩階段咧？幾時佢可以個 prototype 完成，然之後可以大量生產咧？究竟佢而家我哋嘅5G 係借個通訊塔嘅？如果人哋係用全球衛星嘅話咧，咁你收得工嘅喎。因為人哋射上個衛星射翻落嚟，一定快過你嘅，所以呢個我哋得到嘅消息唔多，但係咧，我哋需要不時咁跟進啦，因為嗰個 technology 係再比5G 先進好多嘅。跟住咧就係講波音啊，波音咧就已經講咗737 MAX 咧，佢會停飛，即係而家政府係要佢停飛，直至到9月3日。咁大家一計數就計到啦嚇，佢 announce 到佢可以再飛翻咧，係有3個月。咁所以對波音嗰個股價有好大嘅影響嘅。但係咧，我哋見到其實佢而家嘅股價都係340幾蚊度，同我哋上次睇佢跌咗100蚊就差唔多。點解咧？個最大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有一個好大嘅護城河。如果佢冇呢啲護城河嘅話，佢已經收咗皮嘅啦，應該係。因為無論點樣都好，當佢reinstate 翻，然之後個軟件冇問題嘅話咧，咁佢又再一飛沖天嘅啫，因為得佢做，冇第二個做得到，冇第二個可以做嚇。咁我覺得呢個時候你買波音再等一等嘅話咧，應該將來嘅回報係唔錯嘅，因為你諗下，如果佢翻去447蚊嘅話，你升100蚊，升30%，即係你唔好而家買，但係你遲少少買嘅話咧，Airbus 咧係冇即係。波音呢單嘢製造咗一個機會出嚟咯，其實兩家公司係差唔多嘅，但係波音而家個股價低迷咧係有好處嘅。你可能喺而家6月啦，你可能喺7至8月買，佢個股價跌定咗啦嘅話，你買入嘅話咧，你最多等1.5年在啫嘛，佢一定升得翻，你冇可能佢係唔得嘅，一定會得嘅。好，呢個我哋已經講過好多次啦，但係我哋 list 翻個 title 出嚟就係、是。反送中的6月9日100萬人的遊行，同埋呢個昨日在立法會，我看落去起碼都有10幾萬人的騷亂。大家不要看呢、這個淨係喺香港發生的事。你看到昨日個股價急跌，今日都急跌，今日是好彩，因為立法會咧仍然宣布聽日不開會，所以啲人散咁啲。點解唔係淨係因為？有人去出嚟，即係有啲騷亂嘅行為，而係話啲人好擔心咧，特別係全世界，即係特朗普都已經講咗，今日佢已經講咗，佢話美國係唔會同意，不會同意任何不平等、唔公平嘅惡法，美國係唔會同意呢條修例嘅。特朗普已經講得好清楚。他還說如果在G20他見到習近平的話，他會當面問習近平
呢件事究竟係點？點解啲人個股市個反應咁大呢？就係話，因為如果真係反送中係過咗嘅話咧，我好相信咧，歐美好快好快之下會即刻將香港由自由貿易區剔out出嚟。咁嘅話咧，大家要知道一樣嘢，香港係有好多外國基金喺度運作緊嘅。如果唔好講冇曬啊，少咁啲啊，你個成交都大鑊嘅。而家平均咧，港股嘅成交咧應該係1000億左右，900至1000億。你諗下，如果平均跌翻去700多億，咁點咧？仲有一樣嘢就話，你而家中國經濟又下行喎。你睇下琴日港交所咧，即刻跌嘅，今日咧就好翻啲，見到個環境好翻啲嘅話咧，升翻幾蚊。好，即係食豬紅柯克市嘅港交所係即刻有反應嘅。咁所以大家見到就話呢個反送中其實喺經濟咧，香港嘅經濟同埋自由貿易上面咧係有一個好大嘅負面影響嘅。歐洲係表示關注，德國、英國、其他地區，但係美國已經講明，如果呢條法例係通過咗嘅話，美國係不會同意呢條法例，佢係唔會同意任何惡法、任何唔符合民意、任何唔公平嘅條約。所以我在中國民生、香港民生裏面或者香港財經都有講，就話這個貿易戰或者這個逃犯條例咧，係會仍然困擾住港股一段時間。我相信是9月到咧，這個所謂的中美貿易戰咧，應該是明朗化噶啦，可能是冇我哋想象中咁嚴重，即係話3200億可能佢都係加，不過加你10%、15%，咁就了結。咁我相信9月嘅時候咧，這個逃犯條例應該係已經有定案，無論好定唔好。所以呢個時候大家係要忍耐啲，忍耐啲嚇，即係唔好睇話今日跌少咗，未必㗎。如果佢聽日又開又話開，後日後日唔會啦，講咗星期五會開啦。如果星期一開嘅話，佢又嚟過嘅話，個股市又跌過啫。咁大家要忍耐啲啦嚇。油價，咁油價咧好無辜啊！我記得我答過一位讀者咧，話857咧，我叫佢唔好再揸落去啦，放啦。因為點解咧？你而家所有經濟下行嘅話咧，個油價唔叻得去邊嘅？即係你諗下，你中美發生個貿易戰，咁中國去美國嘅嘢，美國去中國嘅嘢咪少咗咯？我唔理你船又好，飛機又好，用油一定少咗。而家紐約嘅期油咧係跌到$53一桶。而家已經即係俄羅斯嗱，我唔知俄羅斯係講真定係講假或者戰略都好啦，已經講緊咧，佢再咁生產落去嘅話咧，可能咧就產能過剩噶啦。產能一過剩嘅話咧，俄羅斯都話個即係個油價咧可能跌穿$47嘅。如果$47就好低㗎啦，已經。你話如果短期內你要個油價去翻以前嗰啲即係80幾-90元咧，我諗相當困難。所以大家盡量都係唔好掂即係資源股咯，嚇好難搞嘅資源股係。我都好耐冇掂，雖然我有一段時間咧係經常睇資源股嘅，亦都買埋過中石油啊、燕州煤業啊、神華嗰啲，但係我差唔多呢5-6年咧都冇買埋過資源股，因為你睇啲5-6年嗰個政治情況一不穩嘅話咧，資源股一定係冇運行嘅嚇。好，跟住咧就呢啲係好消息嚟㗎，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 Microsoft 啊 ？Microsoft 嘅股價喺呢3年咧係創新高中嘅創新高嘅。2015年 Microsoft 嘅股價咧只係$40幾嘅啫，大家知唔知道琴日 Microsoft 嘅股價幾錢？係$131，即係佢升咗2倍，成數就係3。咁 Microsoft 喺呢幾年裏邊咧做得相當之好嘅，無論佢喺雲端，喺佢
賣呢個手提電腦啊，呢、这個 Surface 啦、啊，係做得非常之好嘅。或者喺佢個 Xbox 嘅 game 啊，都做得非常之好。咁咧，Microsoft 咧就宣布咗會出一個新嘅 game console，即係主機 console，即係主機。咁咧就係 Xbox 嘅 Scarlett，叫做 Xbox 嘅 Scarlett。咁咧就會喺明年2020年嘅冬季推出。咁initially 嘅買價咧就係500蚊美金起，即係499蚊美金起標嘅。咁你可以入翻去佢個官方網頁裏邊咧，就會睇到好多新嘅 game 嘅第三代咧係會有噶啦嚇。咁好多 game 即係譬如呢、这個The Gear 啦嚇，呢、这個 The Gear War 啦嚇，呢、这個 Borderland 啊，好多太多啦嚇。咁、你可以睇翻啲新嘅 game。咁Xbox 嘅成功咧，喺呢幾年咧係對。呢、这個 PlayStation 咧係造成一個好大嘅威脅嘅嚇、Xbox 而家喺呢個家用機裏邊咧，基本上咧係同 PlayStation 平分秋色嘅咁啊，另外一個大即係主流嘅咁，當然就係 PC game 啦嚇。咁、PC game 其實都係 Microsoft 嘅天下噶啦，因為個系統係佢噶嘛嚇。咁、至於你話 GameCube 啊，即係 Nintendo 嗰扎咧就有啲唔同嘅，因為佢哋係。啲小朋友 game 多嘅嚇，小朋友 game 多，咁 even 呢啲 console 咧喺中國都賣得好好嘅嚇，賣得好好嘅嚇。你諗下啲遊戲，哇貴到係咪先？係嘛幾多大 game 出啊？咁所以我哋都係 looking forward 都有期待嘅嚇。呢、這個咧就係蘋果啊，蘋果咧就推出咗佢嘅Apple Arcade，即係佢嗰個遊戲 centre 啊。簡單講句嚇，咁咧呢、這個 Apple 嘅家用遊戲咧，即係話喺個佢又唔係出個主機嘅喎，咁咧佢就出喺你個手機上邊啊，或者係你嗰個平板啊，或者係喺嗰個MacBook 裏邊咧，做呢啲遊戲咧，佢都做得幾好嘅嚇。咁啊，即係簡單講句啦，你俾錢買 Apps 咁解啫嚇。咁另外啱啱有一個新出嘅就 iPad Beta 嘅 iOS 13嚇，咁呢個咧我就暫時未試玩到嘅嚇，暫時未試玩到，暫時喺網上睇。咁啊，啲手勢好好啦。咁佢係 base on 原先個 iOS 咧，然之後咧就將佢改良，擺咗喺佢嘅平板上面，平板即係佢嘅iPad 或者 iPad mini 上面。咁啊，我見到佢直情可以用到 mouse 嘅嚇。咁我都坦白講句啊，即係今次嗰、那個佢只係一個 beta 嘅呢、这個主系統嘅 upgrade 嚟嘅。咁我見到嗰、那個其實而家你買 iPad 咧新一代咧。或者 iPad mini 5代其實已經好抵買嘅，即係最基本版 WiFi 啊，同埋最低嗰個 Mac 數咧，基本上都係2800蚊到。你如果買即係128G 啊，成 iPad 啊，都係即係差唔多挨住4000蚊。iPad mini 可能iPad 仲平啲啊，iPad mini 好似3800幾嚇。我講 WiFi 版啦，就 WiFi 版啦，當然係嚇。咁所以其實抵玩嘅。咁我喺網上，你喺 YouTube 都睇到咧，佢哋用咧係幾好用嘅，嚇，即係話有多視窗啦，咁不同再新啲嘅即係我哋嘅手指嘅手勢啦，咁可以用到呢、这個mouse 啦，直情可以用到 mouse 嘅，可以係嚇，咁相當之唔錯嘅嚇，咁希望咁樣可以令到 Apple 嘅股價，Apple 嘅股價咧，其實今年咧做得好過，即係上年巴菲特買咗咧，咪跌到阿媽都唔認得嘅嚇。咁今年咧，我一路都有睇住佢個股價嘅，咁個今年個股價咧就升翻好多嘅，咁我都望一望先啦，因為琴日我冇睇嘅咁我望一望翻而家Apple 嘅股價咧，琴晚咧就係194蚊美金嘅，琴日係，咁佢最歷史性嘅高位咧就223蚊美金，咁中段我哋曾經講過咧係跌。過去150幾蚊美金嘅，而家咧就升翻上去194蚊美金，即係比佢高位嚟講咧，坦白講都跌咗20零蚊啫嚇。咁所以今次 Apple 做呢、这個Apple Arcade 同埋呢個 iPad Beta 係做得唔錯嘅嚇。咁當然啦，大家睇到佢最大嘅勁敵而家嚟緊嗰個係邊個啊？Microsoft 咯，真㗎，搶咗好多
iPad 同埋MacBook 嘅大客仔嘅，因為點解咧？佢個 Surface 係做得唔錯嘅，嚇個 Surface 一個係成本嘅notebook 啦，一個咧就拆得出嚟個平板，佢搶咗蘋果好多生意嘅，咁所以即係 Apple 都要嚴陣以待，因為點解咧？因為基本上 PC game 同埋 Xbox game 咧就已經係俾 Microsoft 霸晒噶啦。如果蘋果自己出一個家用主機嘅話咧，贏到嘅機會好低嘅，所以 Apple 咧就係冇同佢即係俗稱講啦，冇同佢當面即係硬碰硬，佢就擺翻晒喺個 Apple Store 裏邊，喺啲 game 咧不斷出多啲新 game 係搏你 download 啊 Apps 啊或者網上買嘢，咁跟住咧你好明顯睇到咧，佢改良咗個 iPad 嗰個 beta 系統咧。就係改良咗啲手勢啊，compatibility，好明顯就係即係針對住 Surface 嚟打嘅。咁啊，希望呢兩大巨頭咁樣爭嘅話咧，就對翻我哋啲消費者咧，就我自己都心喐喐，真係唔係講笑，即係我自己都想買翻個新嘅 iPad，因為我嗰部 Samsung 都用咗3年幾4年啦嚇。咁但係咧遺憾咧，佢即係雖然個熒光幕花啲咁，但係佢都冇乜事喎。嚇，即係咁樣嚇，咁我都希望即係買翻部新嘅，咁我都希望即係而家市面上出iPad 咧，好快會 upgrade 咗 iOS，我喺個 shop 裏邊咧試到新嘅 iPad beta 係點樣，好嘛？咁咧就講到呢度啊，咁啊記住我講嘅時候咧係星期四晚嚟嘅嚇，咁其實咧我星期五會出街，咁但係咧。但係其實咧就係星期四晚六嘅，因為星期五晚咧我要去醫院探病嚇。咁啊，其他呢啲咧大家睇啦，咁我就唔重複啦嚇。投資組合啦，鑽石狗。我哋嘅網址收費版，咁如果你想訂閱嘅話，就可以跟翻熒光幕嘅資料係嘛，好冇？好，咁咧就今個星期嘅四個節目咧已經全部做晒㗎啦嚇，咁咧就多謝大家四個節目都收睇啦嚇，咁咧大家如果想留言嘅話，可以喺 YouTube 留言又得，我哋嘅網址留言都得，email 俾我都得，好嘛？咁我晏少少咧就會答翻啲讀者嘅email 嘅，因為呢幾日都相當多 email 積壓咗，咁我會盡快答晒，因為我聽晚咧就係唔得嘅。要聽晚要去探病，好嘛？咁啊，多謝大家今個星期四個節目都收睇，下一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